已经看完了。啊，你干嘛呢？我自责呗。自责什么呀？昨天你说饿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想到你怀孕了。我，哎呀，我就没朝这儿想啊。你真行，你这你自责什么呀？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我离家没来，我都不知道。 那如果说你昨天来医院了，那今天就不会有这摊子事儿了。哎呀，反正这孩子要是没了，我一定后悔一辈子。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？我其实还挺高兴的，说明我们俩身体很好呀，怀孩子没有问题啊。就算这个万一有一点意外的话。 你们再怀一个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，折腾你两次。哎呀，这事儿归根结底关于小娜，这哎呀，搞这破事儿。我想好了，我要跟他绝交。对，就跟他绝交，反正人家跟你也没什么交情。行吧，你别在这难受了，胡思乱想。医生还没说呢，先听听医生怎么说，也许没啥事。 行，我给你拿那个血检报告去。走，过来。你运气不错呀，孕酮37 ，HCG 的结果指数也很正常。啊，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我这孩子能保住？ 对，现在来看没有什么大碍了。不过我个人建议啊，我再给你开一点黄体酮胶囊，你保一下胎。嗯，最近回去呢，多休息，多卧床，避免剧烈运动。看，得看。医生，我想问问那个之前出血啊，是因为什么？哦，他那个出血属于生理性的出血，比如说孕妇这段时间她。 比较疲劳啊，或者说她情绪波动比较大，可能就会出现偶尔出血的情况。只要她身体没有其他的不适感，你们就不用过度担心，这个都是正常的。那对我太太这身体健康不会有任何影响吧？不会，不用过于担心。啊，那就好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决定在我们医院生的话，改天带她过来做一个全面的产检，我们就可以见到了。好，谢谢您啊。 我当爸爸了，我当爸爸了！不是老婆，你又踹我干嘛呀？你在医院门口嚎什么？你就不？我要当爸爸了，我高兴啊！你不高兴吗？高兴啊，那咱回家高兴呗。高兴还不庆祝庆祝？走。哎 老公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咱孩子啊，经历了这么凶险的生死时刻，还能够安然无恙，那以后生出来身体一定倍儿棒。废话，咱俩的孩子身体肯定特别好。你想啥呢？ 我就觉得生命太奇妙了。你说之前咱俩还真准备过，怀不上，还差点得了乳腺癌，后来就想算了吧，顺其自然吧。哎，怀上了，多神奇啊！我早跟你说过嘛，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，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，这不开了。 什么时候怀上？你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？我记得呀，在我爸妈家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天晚上你还不乐意呢，说什么怕吵着你爸妈。
那危险的手段你在冲弄？还是老婆英明，英明。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。啊？那你还挺奇怪的，一般人不都喜欢男孩？女孩随你啊，漂亮，有主见。男孩要是随我的话，那多没出息啊！咱俩的孩子怎么可能没出息？你必须是个儿子，你争气点，你出来证明给你爸看，你特别有出息。行了，只要是你生的，管男孩女孩的，我都喜欢。哎呀，对，咱俩就买点什么了吧？什么都没准备，孩子七周了，早准备好了。给你看看我的购物车啊，点开，全在购物车里，就等着一键下单。老陈，你有点让我刮目相看啊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难度系数比较高的问题。问。孩子来了，咱仨怎么住？我也想好了，三岁之前呢，把婴儿床放这儿，你呢陪着宝宝睡。你要是觉得我打呼，我就去那个书房。三岁以后，我把书房呢改造成儿童房。还有啊，我准备把那个客厅的茶几啊，就直接处理掉。儿童护栏围上，软软的垫子铺上。到晚上，我往那个沙发上一坐，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陪着孩子。说来说去，反正你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呗。你这没有想过换个大房子？想过，但是咱现在一时半会儿确实换不了。好吧，再回去回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努力工作，争取早日换房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真的都想明白。我现在就希望我们三个人可以幸福、健康、平安的在一起，没什么独家，房子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现在看咱家小是小点，但是我觉得特别温馨。那老婆，要不咱不换了，一直住这儿。闭着，不行。多少遍了，不要缠着我，跟残疾人似的。我只是一个妈妈而已。那你缠着我。哎呦，早上9点就来了，这会儿才查完，真的是起大早赶晚集。哎，你说怎么那么多人生孩子呀？商量好的。哎呀，只要你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我就求爹爹告奶奶了。昨晚我还担心呢。哎呀，现在踏实了。那咱俩这事儿，先不跟爸妈说。过了3个月以后再说吧，要不然他们瞎激动，那万一身体脱光了怎么办？行。喂，老董。喂，老方，你现在干嘛呢？哦，我刚陪廖沙做完产检，怎么了？哎，那正好，你要跟你老婆在一块儿的话，能不能让她给顾小楠打个电话？你不是在见傅小芬吗？我是在见傅小芬，我们约在一酒店，没想到顾小楠也来了。穿的花枝招展的，他没跟我说他要来酒店、啊。那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呗。我打了，他摁了，再打他就关机。你说这是不是太反常了？他真有婚外情啊！你要现在没事的话，能不能过来一趟，帮我找找他在哪儿？别呀，你让我抓奸去，这多不合适啊！赔什么捉奸？谁让你捉奸了？你就来帮我看看他是来干嘛的。我真不能去，老董，这事儿。老董，你放心啊，这个忙我们俩肯定帮你啊。哎呦，廖沙，你能来那当然是更好了，谢谢谢谢。放心放心，我们俩一会儿就过去。
不是，老婆，你干嘛？他们的破事咱别掺和。不是我好奇呀、啊，你不好奇吗？我也好奇，但是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收起我们的好奇心。那你收吧，我一个人去。对，医生说了，你得多卧床，不能剧烈运动。你吃药是吧？快点。我陪你去，因为我发过誓了，再也不让你一个人干危险的事情。什么时候发的誓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昨天半夜啊，上厕所的时候。慢点儿，快走快走。怎么样？没有。哎呀，我好好奇啊，顾小楠到这来会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反正我不相信他会跟人约会。我也不信啊，反正咱们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跟老董交个差吧。嗯，那我先去一下卫生间。行，你去吧。哎呦。小南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方程到这儿吃饭。你们俩来这儿吃饭，够奢侈的呀。那个我怀孕了，方程说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。你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前天刚查出来的吧？那恭喜恭喜！我是第一个知道，还真是第一个知道的。那你呢？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来跟你说。妈，我来听这个讲座。啊！哎，我刚才还路过这个讲座了呢。你怎么可能在这里边？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为什么想要听这个讲座啊？我想开一个舞蹈培训学校。要创业啊？你知道吗？我第二次失业之后就一直琢磨这事儿来着。那与其给别人打工，看别人脸色，不如自己单干。嗯，老董知道吗？八字没一撇的事跟他说干嘛？省得打击我。你不许告诉他啊！行，那我，但是你这创业，你不需要启动资金，对吧？你跟他说了，他肯定得帮助一下。我也不能什么事都靠他呀。这一次，我就想靠自己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把我所有的班都给卖了，但是剩下的这一个，我最喜欢，没舍得。那你能卖多少钱呢？不少，50,000呢。当然肯定是不够的，但是我爸我妈在县城不还有一小房子吗？他们一直在出租，我让他们挂中介去了。什么时候那房子一卖，我就有个40,000-50,000的启动资金，够我支撑一年的。放心吧，我继续听讲座啊。好，行行行，改天聊，改天聊，拜拜。我找着顾小楠了，等着我。创业？开玩笑吗？我都没创业，他创什么业啊？他还有这本事？董博宇，我真的太讨厌你这副瞧不起人的恶臭嘴脸，真的。哎，顾小楠为什么不能创业？他凭什么不能创业？就因为他是你老婆，就必须要低你一等是吗？所以你看，人家小楠就不想告诉他，人家最了解他，就知道他是这种反应。老婆，别激动，别动太气。是真的。哎呀，你去一边去吧，我没那么脆弱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冷静点啊！我强调的是创业的难度，而且我老婆突然说要创业这个事儿，对我刺激有点大。她连班都没怎么上过。哼，反正我俩算是完成任务了，你呢？是要当不知道，还是要火冒三丈？跟我们两口子就没有关系了。老公，走了。走走走。哎呀，肚子不舒服，真的。哎呦，真是不想看见这种人。慢点，我就说你动太气了吧。回去。创业？顾小楠都已经开始创业了，而我呢？只能在家生孩子。哎，
感觉我们俩的人生掉了个个儿。他做起来我想做的事儿，好羡慕啊。哎呀，老婆呀，你羡慕他，还羡慕你呢。那这么多年了，老董一心想个孩子，结果，哎呀，很多事情吧，对于你来说平淡无奇，但是对别人来那可是日夜期盼啊。我的想法就是，咱们呢就把咱们自己的日子过好，不跟人比。你去一边去，你这就叫自我安慰。嘿，什么叫跟人比呀？我愿意跟人比啊，我那是对我的生活有追求。你不跟人比，别人就不跟你比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我想跟那个赵凯比吗？我想跟那个林燕比吗？但是他们天天想着把我踩在脚底下，我要是不让我自己强大起来，我就任人宰割。是是是，老婆，你说的都有道理。但是现在他们不是没有心思跟你比了吗？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你也不用羡慕他们了呀，没错吧？啊，对吧？虽然你说的有三分歪理，但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。这就对了嘛，求同存异，此乃和谐之道。老婆，这不是你干嘛？哎哎哎呀哎呀！你小心点啊！你喊什么？你吓我一大跳！你还吓我一跳呢？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打蚊子呀！你没看见啊？哎，你打蚊子，你叫我不去，是不是我来？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，你别爬这么高，也别去负重，行吗？任何危险动作都不要做。你刚才多危险啊！你别叨叨了，你干脆把我绑起来算了呗。老公，就是怀孕了，我又不是残废了，你这么谨慎干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哼，是担心我肚子里的孩子吧？我现在就是你们方家一花盆儿，你们特别害怕这花盆碎了，你们方家种子掉出来。老婆，你这话是说的没道理啊！这合着你肚子里孩子不是你的？姓方，是方家的。那你让他姓廖，我没问题。真的？真的。算了吧，你说了也不算，你妈肯定不会同意的。那你肚子里孩子是咱俩生的，还是咱俩说了算？你要非要让他姓廖，我是真没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姓什么，他都是我的孩子吗？我的种。态度相当不错啊，这事儿在意，等我把孩子生出来再说。老婆，刚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这跟你商量商量，我呢想让你去私立医院生孩子。医生要多贵吗？他贵，但他不排队。你看今天咱在医院看那排队，老长了。我就希望你呢是舒舒服服的把这孩子给生出来，不要那么辛苦。再说了，也没有多贵啊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生孩子加坐月子，一共这数能打住。这是多少啊？6万。6万。嗯。我在公立医院生，我6000我都不一定能花得了，这有钱烧的吧？再说你还没什么钱。不是，我再没钱，我6万块钱拿得出来？警告你啊，咱俩存款你不许动啊！那都是咱俩辛辛苦苦攒下来买房子的钱，你动一分钱你试试？我不可能动的，你跟我去不是？干嘛呀？走。哎呀，你不用扶着我呀。说吧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？老婆，你先把那个脸朝那边。你朝那边嘛。哎呀，你真的磨叽死了！行，整得你还挺神秘，啊。好了没啊？好了没啊？我要转过来了。好了，拿去。这什么呀？这个是我工作以来存的私房钱，都在里边。哼，方先生，总算是把这张卡交出来了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知道有这张卡？我早就知道你有这张卡，我只是没有拆穿你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可以自己老实的交代。你怎么会知道呢？
哎呀，你命不太好呗！我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他就从那相框背后掉出来了，我要给他塞回去。嘿，嘿，老公，就算你这卡里面有钱，我是真的不想去私立医院，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个必要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娇气啊。不是，这样是我工作以来我存第一笔私房钱开始，就是为我孩子存的。等一会儿，你刚刚工作的时候还不认识我，你存这钱为哪个孩子？不是，老婆，这里边有故事。上大学的时候啊，董博宇当时女朋友怀孕了，我呢就陪着他女朋友去打胎。董博宇的女朋友怀孕了，你陪着去打胎为毛？不是，董博宇他说他没法到场，他没空，那只能我。所以说董博宇从小就欺负你，对吧？从小你就是他的狗腿子，所以他现在什么破事都找。不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呢就是当时我陪着他忙前忙后的时候，我就看着有一个肚子这么大的一个孕妇在那儿排队呢，啪就倒地上，体力不支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说我要有老婆了，我老婆要生孩子的时候，我一定让她舒舒服服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我当时就发誓了，所以我才会存这私房钱，你明白？你还是舍不得，我觉得留下来说不定能多买个3-5平米。那咱们再换个思路啊，我们定了，去公立医院生，生完之后你是不是得回家坐月子？嗯，得找人来帮忙吧。那肯定的。那找我妈来。啊，你妈肯定不行，你妈腰不好，她哪能弄得了孩子呀？她弄不了。那找你妈来。我妈更不行了，我们俩脾气相克，你不知道吗？一块弄孩子，非得打废了不可。再说了，我妈要来找我了，那我爸一个人生活也不太行啊。我都知道啊，我工作还很忙，那没法照顾你，那还得找个月嫂。你把这个月嫂钱再加上在公立医院花的钱，七七八算下来也差不多了。你少忽悠我，差多了。我算得过账来，我读书的时候也是数学课代表，好吗？那我不跟你讲道理，反正吧，其他事情我都能让着你，这件事情我坚决不让，就这么定了，我拍板。哎呀，气势太硬了。那您先告诉我，你这卡里有多少钱？里边我没记错的话是65,800，给你汇报一个准数。干嘛呢？扫脸。耶？怎么就58,600啊？这我明明记得是65,800。现在需要你好好的跟我交代清楚，这几大千给哪个孩子用？不是啊，我快点，现在这事儿大了。我得想想，不是这事儿，我真挺重视。两位请慢走。哎，再见啊，谢谢啊，拜拜，再见。老公啊。咱别花这冤枉钱了吧，我看这除了人少一点，服务好一点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咱花钱买的就是服务啊！你看刚刚那小护士，那全程冲着咱们笑，那多温暖啊！是不是冲咱们笑吗？那是冲钱笑呢。是要给我这么多钱，我也会笑得很温暖。嗨，你看，这不老董吗？老董。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还正问你呢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我陪她产检啊。哦，我也是。啊？小南怀孕了？不是，我是咨询产检，我们不是正努力着呢吗？对，我来看一看这个套餐啊什么的价格什么的。我上次不是把那个客户经理微信推给你了吗？你直接微信咨询就行了，还亲自跑一趟。不得自己来看看环境嘛，有没有你说那么好？嗯，很负责任，应该的。那你好好看吧，我俩先走了。哎呀，行吧，去，慢点啊，拜拜，拜。那回头我请吃饭啊。好嘞。小娜，哎，六婶，你回来了。敲半天没人开门，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
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们家不欢迎你啊。你不是要去超市买东西吗？去吧，慢慢买，多买点，不用着急回来。哼！你横着。不用理他，神经病。再见啊。拜拜，拜拜，路上慢点啊。慢点啊。老婆，我们是不是很有默契？我懂你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啊，烦死了。好了好了。不是，我好不容易把那个赵凯给熬走了，是他又来了，你说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。老公，这孩子咱先不要了吧，我想当总监，我不想当妈。那不行啊，这当总监哪有当妈好？当总监是涨钱的，当妈是赔钱的，怎么算都是当总监好。我给你捋一捋啊，你看啊，你当总监这工资再高，那你给老板打工啊，你成就的是老板。你当妈，这肚子里孩子那就是你自己孵化的项目，成就是你自己，所以一定是当妈好啊！你少给我洗脑，你蒙谁呢？当老板有风险的，万一这孩子长大了没什么出息，就相当于项目砸在手里了，倒霉的孩子。打住！我们生下的孩子，你廖沙生的孩子怎么可能没有出息？哎呀，不管，我想当总监嘛，我错过这个机会没有了。老婆，那这样，咱们呢再换个思路啊。就算是你不当妈，这营销总监你也不能当。为什么呀？这职位有毒。我再给你捋一捋啊，你看之前那个营销总监孙总，没当几个月被挖走了，你自己都说了，现状很惨。赵凯降职，妻离子散，更惨。你要当这营销总监，那指不定有什么幺蛾子呢，是不是？别当，不当也罢啊，咱踏踏实实当妈啊。方程，你真的太佛系了。你出家，就你这思想境界，你不当个高僧，真的委屈你了。这有句话怎么讲啊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赶紧把鞋穿上，别凉着脚。老公，你别看了，你给我出点主意啊。出什么主意啊？就是石姐的微信，我要不要给顾小南啊？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给也可以，不给也可以。你永远在说废话。那就给。反正是他俩谈，成与不成跟你没关系。不是，我担心石姐，小南那边我倒不担心。我在想啊，只要石姐跟小南见了面了，他就碍于我的面子，我觉得估计他会给这钱。可是我对顾小南实在没有信心。虽然说他现在很积极很有热情，可是他完全没有创业的经验，连职场经验都没有什么。他万一把石姐钱全给赔了，那你说我以后跟石姐我们还能见面吗？几十万块钱对于石姐来说那不是事儿。哎，不对啊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那些有钱人其实很在乎钱的，因为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说要是因为这个弄得我以后跟石姐真的没办法做朋友了。但是我看到小南这样吧，我要不帮他吧，我心里哎特别难受，真是的。你干嘛呀？我吃个水果怎么了？不能吃，控制饮食。我吃个香蕉怎么了？不是书上说了，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啊，你白天已经吃过水果了，晚上就别再吃了，糖分太高。我怎么没看见书上哪说了？你还不信，发给你看。啊，孕期饮食建议
晚上一定少吃水果，如果摄取糖分太高，容易得妊娠糖尿病，对孕妇孩子都有极大的危险性，极大危险性，这是重点啊。行行行，方先生，你这功课做的让我实在是太感动了。哎，老婆，这书本来是买给你看的，你不看只能我来看。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越看越觉得当妈太伟大了，现在我都想怀孕了。你少给我洗脑你。我答应你，我这个不当总监了，我就好好在家里给你当妈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也不对呀、啊！哎，别！你不能吃。我想吃，我饿。真不能吃，不是你不管跟谁当妈，哪怕你给我当妈，你也不能吃。放下，放下。那我现在很饿。我给你找替代品。什么替代品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吃什么呀？这个，可健康了。你试试吧，我不吃，我又不是兔子，我把你孩子饿死得了。不是，你饿了就得吃。不吃，你吃。不吃，可甜了。给方程的奖金50万，当然不是给他的。这笔钱是我给顾晓楠的创业基金。我想通了，他不是要开舞蹈学校吗？这钱我来投，哥们儿赔得起。你看看，这才是老公该有的样子。老总，你不是不看好小南创业吗？这怎么又决定投了？废话，她是我媳妇儿，我不投她谁投啊？你看看，这才叫霸道总裁。董若月，你直接给他转账不就得了吗？你这秀什么恩爱呀？我叫你来了吗？我单独约人廖沙，你非要屁颠屁颠跟来。那我老婆凭什么让你单独见她？我这是需要你同意啊。你俩能不能等我把话说完？你说。是这样，廖沙，我想请你呢，给我帮个忙。这钱我想投给顾晓楠，但是他现在自尊心特别强。他是知道是我给的，他指定不收，所以我想，看你能不能这样。我听老方说啊，你有一个朋友叫石姐，开会所还做投资，是不是？既然是你的好朋友，那我也信任。这钱能不能跟他商量一下，以他的名义投资给顾晓楠？哦，方程啊，霸道总裁加宠妻狂魔。董总，哎，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方程相亲的时候，你陪他来的，你也见我了。你当时就对我没有，就是没觉得我。行了，老婆，你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呢，你跟他聊这个。再说了，他喜欢什么样的我还不知道吗？他就喜欢那姑娘，只把腿一掰，咔，脚就在这儿那种。你那腿一掰，咔，不就折了吗？你腿才折了。哎，是。你呀、啊，就跟我凑合凑合过日子得了。方程，说实话了吧，你就是想跟我凑合，你想凑合，我可不想凑合。不是，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赶紧走。别，你就算放我，这我也没生路，我死路一条。哎，你俩差不多得了，行不行？还说我撒狗粮，你们这的狗粮我都快吃吐了，恶心。老婆，别生气，给你点个骨盒。不吃，他买的。那行，服务员，